人类的敌人最终还是人类。哇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在主持哎。拜托，这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经典名言之一耶。啊，什么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啊？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内涵的机器人动画，描绘大量宗教、哲学、心理现象。播出时在日本产生巨大的回响与冲击，是日本动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你居然不知道？这个吗？那么你应该听过它的主题曲《残酷天使》吧？哦，《残酷天使》，我听过，我听过，真的是超赞的一首，就让我们赶紧来听吧。